我今天明白就是说，其实我里面是就是空性的，无我的，对的，无我的，嗯，就好像你说的那个礼炮，嗯，它里面是没有一个主的，嗯，的对，没有自我的 ，OK， 放完就没有，这叫圆诸缘具足的性空，来圆起性空，就是这个这个空就本来就是那样的，就是，我要回归的源头本来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东西，是的，嗯，虽然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什么，因为这个空对你还是个概念上、意识上的认知，是的，它是有一个空相的，对，空相就像。好像是个虚空，或者什么也没有，哎，你还不知道它叫色空不二，你还理解不了这个空是什么。那但是这种概念上的认知是对的，你现在的认知是对的，嗯。就是，所以就是说，所有的事情它只是幻起幻落，就等于 okay, 等于就是说它的一种规律。嗯。就再深入点，可能就是说我。对，这个幻起幻灭是有规律的，嗯，是有因果的，否则它怎么会出现个兰花，它就会出现个红花，这就是因果。就是我不需要太去，就是说，去研究它那个，就因为我之前学习的时候，就那个法理法义啊，就比如我的七思心啊，我的那个那个种子啊，缘起，就要去看它怎么缘起嘛，就是看它里面是怎么起的，然后怎么去兑现出来，它是幻的，就是然后。看到了之后，因为还有时候是结痂思维的嘛，不是传然的，就是说里面是完全的看到，有一些是推理的，是的，有一些是思想的，也有一点点可能是看到的，所以就像你说的，我不能确定它完成，我虽然说我知道它是假的，但是我还不是就是那种体重的那种，就是说一看见它我完全不动，因为我知道它深信有细胞里面都深信它是假的，我还没那个，就是说我现在想问你的就是，我现在就是说我一直这个本来就是说我选择，目前来讲是选择，我选择这个是就一直这个是空的，包括它所有的法理法仪所有的万法，其实它都是，是这样的，所有的都是幻起幻灭。所有的都是，包括你修那个说去分析一个东西，一直分析到从现象分析到它本质，最终还是要这个结果，里边没有自我，幻起幻。你这样讲，哎，到最后他一定要回归到这一点，这个是终极目标。就是弥勒菩萨讲的万法，他是通过唯识，他是通过现象的分析。他说这个是个现象，幻起幻灭。他说幻起的都是现象。他要分析这种现象，通过七识啊、八识啊，这个阿赖，他分析这些所有的认知里边，你所有的认知里边都是没有自我的，都是虚幻的，最后还是让你在这儿不动。就是分析到最后的目的，还是分析到这一块。那他的路好像就我这一刻的理解。这个没有问题，但是呢，在就是说在有些问题上，你直接就可以这样。但是在有一些事情上，你直接这样不了，你就那样，就拿那样分析分析分析，把它回归到这一块，只是两条方法。就像你说的，那些是法门。对 ，OK。你喜欢分析，喜欢分析，喜欢。哎，就是说头脑有的人很有逻辑性，他很。太就是他的逻辑性，他的概念太多了，对，你不让他分析他是搞不清楚，他不会这样子讲，你我这样子他是切入不了的时候就那样子走，这是另一条路。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多学几个法门并没有坏处，那是一个叫唯识啊，唯识他从这条路上走也没有错，就要通过分析现象，最后分析到本质上是缘起性空的，分析到本质上是幻起幻灭，没有自我的，是个空的，就是通过就是万法，他把它归成六百法，八百分归成多少法，世界万法，最后分析来分析去，最后还是这个结果。就是我们不知这两边的风景。哎对 ，OK， 就不执着万法，不执着这些东西，它就是虚幻的。你不是让你去灭，我就说它是幻起幻，你不需要在，甚至你不需要在头脑里边起一个灭它的概念，你不动就行了，你不理它，它是个假的，你理它干啥？你要灭它，它就是真的跟你对着干了，你就已经把它定位是真实了。你说我要灭轮回，那你这轮回对你真实了，你就灭不了了，我告诉你，就这样，不动，如果你假的，你就不跟他打仗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最好的入门，最切入最快的，这样讲，这叫中道，知道吧？我感觉我的有一个那个意识是，
也是非得要去折腾，要去搞清楚，要去搞明白，怎么不来的，来龙去脉是什么，怎么样怎么样。对对，最后搞清楚，搞清楚它是空的就行了。他你搞不清楚，你转来转去，你搞清楚那个东西，就像你自己一只猫在咬自己的尾巴，永远兜圈圈。是。所以你转不出来的，最后你不动了，它就空了，它就转出来。你要动，它永远转不清楚。我告诉你。就像我老婆那个打转转，就经常会转的一个地方。就是包括我们所有很多的那个境遇，就像就是说。很多是我们执着的那个幻境，然后那个幻境就现前，是的，在身上发生了。是的，诸缘具足，你执着了，诸缘有具足就现起了。你认知了，诸缘具足就现起。甚至这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因为从大的规律你先认知了，比如说时空，你认知了时间是真实的，那么你就有生有灭，就生灭就开始了，有时间嘛。那就有过去有未来嘛，是吧？那这个时间来了，你是有过去心才会有过去的时间，知道？这就是说，如果你住在过去的世上去跟今天的人说话的话，你过去心产生了，时空对你是有过去的。你再不想时间对你，你已经产生，你生灭就在你那，因为你的心住在过去，所以时间在你那。